尊敬的各位同修大德，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继续来学习《太上感应篇》，请看第三章善因善果。我们昨天呢就讲到推多取少，受欲不怨，受宠若惊。今天从这一句开始看。咁呢三句话就是佛门所提倡的无贪、无嗔、无痴，这个是世间的三善根。这个推多取少是无贪，就是把多的推让给他人，自己呢只取少过一份。咁呢方面，无论是在财物啊，定是啊所有的这些物品，都应该存住这一种推多取少的心，这种是一种厚道，心里面呢不会贪心，取自己应份所得的都尽量的少，而希望贡献给社会，贡献给大众的呢就越多越好。古人话知足啊，常乐。一个人啊，佢能够知足，咁无论去到边度咧，喺边个环境下边，佢都能够随遇而安，都能够快乐，心地都能够舒坦，绝对唔会斤斤计较。凡是斤斤计较嘅人，要求取多推少的这种人呢，往往他的心里面因为得失心很重，心理的负担压力很重，所以呢他往往是不快乐的。那受辱不怨呢，是指如果受到人家的侮辱，心里面不可以起怨恨的念头，人家的侮辱如果是事出有因，是真的因为我自己犯了过错，他侮辱我，那我正可以呢改过自身，反而应该多谢他，感恩他呢指出我的错误，使我提升。如果我没错，他是故意来挑衅来侮辱我，那我虽然我既然是没错了，他再侮辱其实都侮辱不到我所以心里面依然是很坦然，怎么会说有怨恨呢？你看我们的师父在推多取少、受辱不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这个就是菩萨六道里面的布施和忍辱。在过去我们师父他的生活是很困难，在台中李老师那里学习非常之勤奋，李老师很赞叹我们师父他呢在布施和忍辱这方面可以做大家的榜样真是布施到最后所有的身外之物都布施完了。33岁呢师父就出家投身于佛陀的多元文化的教事，
咁人哋侮辱佢，佢唔放喺心上。一开始讲经啊，讲得好，好多人窒到佢啊，就话法师啊，啊你唔可以再讲啦啊，就讲我哋师父话着咗讲经嘅相啊。呢、这个师父系喺佢《金刚经》里边啊，讲到布施忍辱呢一片带里边讲出嚟啊。呢片带我听咗好多遍啊，有差唔多成百遍啦。非常中意听呢片带啊。我喺以前美国留学嗰时候，每日咧就系重复听呢一片带90分钟啊，听咗非常之感动。师父为了弘扬佛陀教育，这个同行的嫉妒啊，一点都不放在心上，照样呢行自己的路。我们都知道师父上人的30年、这个护法的是韩馆长，他是97年往生，今年呢在澳洲正宗学院3月份这个月5号，我们举行了一次韩馆长的往生10周年的纪念法会。韩馆长以前对师父都是很不客气的成就师父。我同有一次跟吴谦法师谈偈，千师傅就跟我讲，以前呢他在景美台北景美图书馆的时候上台讲经，结果呢不知道是师傅的哪一个弟子那个跟韩馆长咬起上来，韩馆长的时候发脾气师傅在上面讲紧经他就叫你下来你的弟子不听话，就夹硬呢要师傅从台上行落嚟，个经讲咗一半，师傅就落嚟。落嚟之后咧，师傅就当住大众嘅面前向韩馆长顶礼，然后话我教导无方，向韩馆长道歉，搞到嗰个弟子都好唔好意思，从此改过。然后呢师父做完这个顶礼之后呢又上返台面不改色继续讲他的经。所以你看看我们师父那种修养达到怎样的程度，经得起磨练。所以我们师父离开台湾之后曾经呢写过一段话感慨人生真是好多坎坷弘法之路亦都是非常之曲折但是呢这些曲折这些坎坷往往是成就我们的所以他这段话是这样写的，感激伤害你的人，因为他磨练了你的心智；感激欺骗你的人，因为他增进了你的见识；感激鞭打你的人，因为他消除了你的业障；感激遗弃你的人，因为他教导你自立；感激绊倒你的人，因为他强化了你的能力；感激斥责你的人，因为他助长了你的定位所以用这一种心对待身边的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常常怀着感恩之心，好事坏事、顺境逆境都是值得我们感恩的，都是成就我们道业的所以我们师父劝我们活着感恩的世界里面。这个儒家都提倡仁者无敌，真正仁慈的人眼中无敌人
所以这个通过受辱不怨断自己的嗔心、啊、推多取少呢断自己的贪心、啊、那下面这句呢受宠若惊、啊、这个是智慧、啊、一个人得到了宠爱得到了恩赐、啊、应该以什么心态呢、啊、好像很惊恐啊，戒慎恐惧啊，呢种心啊，点解呢？因为人啊，我哋知道不如意事啊，十常八九啊，呢、这个好事都系多无啊。我哋依家有呢个福报，受人哋嘅喜啊，呢、这个恩爱啊，宠爱、啊，受领导宠爱，赏识。受朋友同学的喜爱，这个时候啊，要想想自己能不能够担当这一种宠爱。如果不能够担当，那呢往往啊，这个宠爱当中后面会有祸害来的。即使能够担当，我们都要啊谦卑谨慎。因为我们知道当月亮圆了时候它第二天就会亏损了、啊、当一盆水满了时候它就会溢出来了、啊、所以人、啊、千万不可以、啊、因为小小的恩赐和宠爱、啊、就骄傲自满、啊、这样在福里面呢常常、啊、就隐藏住祸机。所以真正修道之人啊，对于那个侮辱同埋宠爱，佢都唔动心啊。受辱嘅时候绝对唔会怨恨，受宠嘅时候绝对唔会骄慢啊。那个古人有一首对联写得好，话看庭前啊，花开花落。荣辱不惊，望空中云卷云舒，去留无意、啊、真正心里面坦然、啊、去留荣辱、啊、都不可以动心、啊、那我们师父在前年三月份的时候、啊、离开了、啊、早几年离开新加坡好有感慨啊！写咗一副对联啊！呢副对联系教导我哋啊弟子点样全心啊！呢、这个对联系咁写嘅：遇顺境啊，随善缘，不起贪嗔啊，贪痴啊，福慧全然；遇逆境咧，随恶缘咧，不生嗔恨。咁就熱障盡消咯，啊！呢啲咧非常之值得啊，我哋學習啊。禅宗大德講過：百花叢中過啊，片葉都不沾身啊！一切嘅榮辱、順境、逆境啊，都如夢幻泡影啊，唔可以去到心裏邊啊，根本唔可以執着。好，请看下面一句：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这句话讲的意思是，如果我们对待人家有恩，不可以求人家的报答。你给到人家的这些恩德呢，也都不可以后悔。这个就是教导我们啊。第一句是、啊、报施应该、啊、有清净心、啊、佛教导我们、啊、报施、啊、做到三轮体空、啊、即是心里面不着我报施的相、啊、也都不着报施给哪个人的相、啊、也都不可以着报施什么东西、啊、这个相
那个叫做三律太空，完全呢是不着上布施。这个《金刚经》里面教导我们，菩萨呢是没有人，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没有受者相，而行布施。所以他布施啊，完全啊是这个不会求报，不单止不求报啊，连着这个布施的相啊都没有，心里面啊清清清清。咁我哋凡夫点样做起呢？入手处点样做呢？就应该啊，布施嘅时候呢，唔好睇成我依家係施恩于人，有咁样嘅观念呢，咁就着想。应该点呢？我帮助人，我施恩于人，呢个係我应该做嘅，我本分。如果我唔做就唔应该啦。所以做我们本分的事情，怎可以说以私恩而自居呢？更加不会给人的东西还后悔，那个着相就更加严重。要知道如果给人的着相还要后悔，功德就没了。即使有都是有少少的福德，功德完全就没了。什么是功德呢？功德是我们的戒定慧，是我们的清净心。所以当我们给人的东西还要后悔，还想拿回来，那还不如不要布施。因为你给了人的东西还要问人拿回来，反而呢跟那个人会结怨。他原先是感激你的，现在呢反而会埋怨你。你看我们师父上人布施一生可以说是上行布施，三种布施具足。第一种是财布施，布施财物；第二种布施法；第三种布施无为。财布施方面，你看他捐这些奖学金，这些国家，各个国家，各个宗教，只要有需要的他一定解囊相助。好像天主教，我记得在新加坡的时候想建立个医院，师父就即刻拿出几万元给他们，新加坡给他们，说医院建好了还要一部救护车，师父又捐一部救护车。对印尼他捐助很多，对国内大陆每一个省都有师父捐献的大学的奖学金。法布施方面更加不用说，一生五十年弘法，大量地印制这些光碟，这些善书流通，现在还有网络卫星电视，通通是免费的。无畏布施，师父做过很多放生劝人放生，劝人食素，讲解佛法，要人哋离开烦恼，这个就是无畏布施。所以师父三种具布施具足，但是他从来都不会徒步，更加不会后悔，做得好欢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是他觉得本来本分要做的。出家人狂喜的是如来家业，以如来家业为自己的家业，以弘法利生为本分，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好，请看下面一句，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远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忌。咁呢一句话呢，是
那个总结了。总结啊，所谓善人，即系头先啊上面所讲嘅啊善因善果呢一章里面讲到啊呢啲种种嘅方面啊做到嘅呢种人就系善人啊。咁呢种善人咧，佢会点样咧？啊，人皆敬之啊！呢、这个我哋要知道啊，善人系人人啊，其实本性都系善。咁点解话有善人同埋不善人咁嚟分别咧？呢、这个就系有烦恼同习气啊，就真正啊要做一个原本嘅善人，无他，就系把烦恼习气啊，通通去除。回归到本性上面，啊，咁呢种人咧就叫做善人啦，啊，咁善人嘅果报啊，啊系好殊胜嘅，啊，第一个果报系人皆敬之，啊，人哋见到佢都非常之敬重，啊，点解敬重佢咧？因为佢系善人，啊，呢、这个。每一个人我们刚才讲的他的本性都是善，即使他可能自己没有做善事，甚至他可能是个恶人，但是他的良心他的本性都是善，所以当他见到善人的时候，他就自然会生起恭敬之心，哪怕是一个恶人做的恶业，当他见到一个善人啊，佢能够布施忍辱，佢个心啊都会有所感动。呢、这个就系良心发现啦。啊，所以佢都能够敬重善人。啊，咁天道佑之啊，呢、这个系第二个果报。唔单止人敬重佢，啊，连天都敬重佢。要敬重佢咧，一定系帮助佢。啊，佑即系保佑。啊，所以我哋谂住。啊！我哋日日都想话求神，求上天保佑。啊，点样能够得到上天嘅保佑呢？自己做个善人就得。啊，呢、这个古人讲啊，啊呢、这个天啊好公道啊，佢无私啊，啊佢所亲近嘅、所保佑嘅，唯有系善人。啊。所以我们真正诚心去做善，做一个善人，就自然感动上天，鬼神上天都会保佑我们。第三个果报呢，是福禄随之。福禄都是我们世间人所希求的。那怎样而来呢？要知道福禄是果报，佢嘅因就系做善业，啊，种善因就得善果，啊，所以个随之一个随字系代表好自然嘅，啊，好似个影子跟住身体，啊，自然而然就随住佢走嘅，啊，所以好多人咧，佢想啊揾一个风水宝地，啊，或者喺家居里边咧，啊，去点样改装啊？使到风水好，哇！甚至有时睇相啊，啊算命啊，啊希望得到福禄。你知道啊，一个家居风水唔系我哋啊能够揾得翻嚟嘅。啊，呢个系可遇而不可求。咩人能够遇到风水好嘅宝地咧？一定系善人，啊，一定系佢祖宗。同埋自己积德嘅人，咁样佢先能够遇到好嘅风水宝地。咁下面第四个果报系众邪远之。我哋知道邪同埋正不能够同时存在。当我哋心正嘅时候，邪气自然就消除啦。
当我们心里面有邪思，那自然呢正气就没了，那那些邪气啊，那些邪魔鬼道啊，就往往呢就找上门了所以啊，我们知道正直的神明他们啊都喜欢善人而那些邪恶的鬼呢往往是找那些人啊，都是找那些心里面有邪恶的人所以当我们那个遇到这些邪事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做的就是反省自己，是不是这一排心里面有邪事邪知邪见应该不可去除咁要对照自己有冇邪思嘅话，最好嘅方法就係读经用圣人嘅教诲呀来对照自己嘅心行，睇下正唔正确第五个方面嘅嗰部呢係神灵为之神灵保卫你那个神灵佢嘅这个态度他的标这个善恶的标准和天地是相应的所以呢他一定会保佑那些道德修养高有善德的人然后最后讲到第六个方面那部是所作必成的神仙可忌他这一生可以说心想事成所做的事情样样都能够成功为什么呢这个是感应他真正心善行善语言善这种人自然他就会人人都会尊重帮助他上天又能够保佑他当然呢他做事情就容易成功了自己又有福报所以世间能够所作必成咁来世呢神仙可忌即是希望成仙都可以办得到道家的目标是成仙咁学佛的人不可以把仙道当成自己最终目标因为仙道呢其实还未出到六道轮回之外难免呢都有生死轮回只不过仙道它的寿命特别长它有神通它有福德但是要知道这个不够劲所以真正我们要怎样做呢要希望做佛做菩萨咁我哋而家学咗净土法门啦，你知道你一生念阿弥陀佛，求生极乐世界，就可以达到那个造佛一生造佛，唔单止话神仙可忌啊，忌即系希望真系成佛都可忌可以成到佛嘅咁点样做呢我哋一定要先做一个善人。这个就是正业三福里面所讲一定要做到这个三福。第一福呢就是世间福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一条呢可以讲话在太上感应篇里面就作了详细的说明了。真正能够达到再加上发起大菩提心发愿求生净土将来广度众生那我们这一生成佛是完全有可能你看我们的师父上人他可以说这一条这个果报他都得到了我们师父可以说是真是一个大善人那他能够得到什么呢人皆敬之人人都尊敬他
去到边度，全世界各地啊，几多嘅信徒啊，见到老法师一定啊合掌啊，或者系鞠躬，或者系顶礼啊。有啲人啊，望见老法师啊，望咗好多年啊，终于见到一面啊，都感动到啊，流下咗热泪啊。那个天道有之啊，上天鬼神都保佑啊。那个我哋知道啊，真正一个大修行人啊，积功累德嘅人，佢就会有护法神保护啊。那个我记得以前2001年嘅时候，我2000年啊，2000年啊一月份嘅时候咧。咁那个有一次因缘啊，去到洛杉矶喺美国洛杉矶，当时我仲喺美国啊，德州大学教书。咁洛杉矶嘅净宗学会会长啊陈景昌啊居士就同我讲过一件咁嘅事。佢话有一次咧，佢啊门口啊有一棵好大嘅树，因为成日咧都阻住佢部车啊出门。所以决定咧就攞个锯啊，就锯咗佢嗰棵树啊。咁因为佢啊嗰时又唔系好懂啊，所以呢个锯呢棵树之前咧又冇同呢个树啊打招呼啊，就咁锯咗啦啊。本来啊你要斩树之前啊，应该系提前七日啊去通知佢啊，向佢咧祈祷啊，同佢回向，希望佢搬家。啊！啲树神要搬家，然后你先可以斩树，咁就唔至于使到佢啊家庭啊，因为树神个家庭就喺树上面。你斩咗佢之后，佢就无家可归啦嘛。佢唔懂，佢个斩咗呢棵树之后咧，啊，从嗰日开始，个背脊嗰度啊，就生咗好多啲疱疹，啊，那个越生越大，长到最后好似条树根一样。啊！一条条树根咁样生喺个脖子上面，痛到佢咧晚黑瞓唔到觉，啊唔可以那个背靠背啊浸喺个床上，啊好痛苦，啊无论睇咩医生食咩药都唔见效，啊咁最后咧，我哋老法师有一次去洛杉矶啊讲经，系咪个早年嘅时候啦？啊咁啊晚黑咧。就住喺呢位陈会长屋企，陈会长嚟供养佢。结果咧住咗一晚，啊，第二日咧佢就觉得个背啊好好多，啊，慢慢咧啊佢个疱疹啊就不治而愈啦，啊就好翻，啊所以佢觉得好不可思议，啊同我哋讲分享呢一段呢种啊感应。他就觉得话师父啊，应该真系有护法神啊，所以去到边度，你睇下呢度讲嘅众邪远之啊，就啲邪魔妖怪都能够远离开啊，再嚟再都唔会揾佢啦。呢、这个福禄随之啊，我哋知道师父你睇下，依家系真系大福之人啊，佢依家布施每年啊。啊！布施出去嘅啊，那个佢老人家曾经讲过啊，都有几百万美金啊，包括印经书啊流通呢啲法宝啊等等。嗯，所以啊，福禄随之啊，神灵为之啊，呢啲都系可以见到嘅。咁呢个系果报。咁师父做咩因呢？我哋知道师父啊，佢今年啊新年嗰时候同我哋开始里面讲到，佢呢一生啊做三件事情啊，前面两件咧都已经圆满啦。第一件系联合宗教啊，团结宗教喺新加坡啊，真正把九个宗教啊，团结成好似一家人一样啊，为世人证明啊，宗教系可以团结嘅啊，世界系可以构造和平嘅
咁第二件事咧，我哋师父咧，喺庐江啊，佢嘅家乡建立呢个文化教育中心，推广《弟子规》嘅教育啊，德行教育，结果使到庐江县里面嘅呢个汤池镇啊，四万几个居民都能够守礼仪啊，都懂道德，社会风气啊，有好明显嘅好转。所以师父佢证明人民啊系可以教得好，通过教育啊系可以教得好。点解呢？因为人之初性本善啊嘛，所以可以教得好。咁呢两件事咧都做圆满，联合国啊都知道师父嘅呢个贡献。咁第三件事咧，师父正喺度做紧，而且一生都喺度做紧。就是要把佛陀教育发扬光大，真正使世人认识佛教，学习佛教。咁呢度最重要的就是培养人才，因为孔子所讲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一个道圣道要靠人去弘扬，不是圣道弘扬人，是人去弘扬圣道，所以培养人才就非常重要。现在师父是希望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发心弘法利生，用十年的时间来培养，好像古人讲的十年寒窗一举成名，这个是师父的目标。你看这三桩大事，我们看见师父都是念念为了众生，念念为了这个社会，没有任何的私心在里面。所以师父说可以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善人了。好，咁我哋请睇下面一句：欲求天仙者，当立1300善；欲求地仙者，当立300善。咁呢句话咧就系道家佢嘅目标系成仙。咁仙咧有地仙同天仙，当然天仙就比地仙就更加殊胜。咁要做到天仙咧，要做1300件善事先得嘅。呢个立即系做，去积集，要积累你1300件功德，咁就可以成天仙。当我哋人能够做到1300件善事嘅时候，个心自然都转成善噶啦，做习惯咗啦嘛。咁做地仙咧，系要300件。咁大家唔好觉得哎呀呢、这个做地仙做300件咁可能唔系好容易喎。其实咧。300件啊！如果你一日做1件善事，一年就可以做到了。你地天仙1300件善事，一日做1件，你4年就可以做完了。所以真正想求仙道的人，你知道啊？那个唯有断恶修善，咁断恶修善嘅方法，用了凡先生嘅方法最好，就好好。佢系用一个善恶嘅小簿，记录自己嘅善事嘅数目。做一件善事就记一记，记一个记号。做一件恶事咧，就要推除一件善事。
所以咁样你睇下呢个善事啊，积累到几时可以积够三百劫？嗱，咁你就知道话你来世又可以做地仙啦。做天仙咧要1300劫。咁喺法门里边咧，喺楞严经里边啦，就讲到六道众生里边就系一种仙道。仙道咧佢有十种，呢度就唔详细啊，同大家嚟介绍。但要知道啊，成仙系唔究竟嘅，因为成咗仙之后啊，佢仲未切悟啊自己嘅本心，仲未回归自己嘅本性。要知道整个三界六道乃至虚空法界整个宇宙啊都是我们一心所现出来的。所以要懂得啊我们做善事成仙并不是我们的人生目标。人生目标是要回归自性。那个据传仙人他都要去学佛道，因为他明白仙道啊都不究竟。譬如讲那个吕洞宾道家的圣人吕祖他成了仙之后呢后来还要去学习金刚经。当他听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句话他就大彻大悟。跟六祖一样六祖也是听见这句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一定要定在那个明心见性开悟成佛。咁我哋至少就要定喺求生极乐世界。你一生万一仲即係冇办法明心见性唔紧要。只要求生净土我哋见到阿弥陀佛一定可以开悟。而我哋呢一生如果有呢个幸运能够开悟呢也都是要求生净土。点解呢你睇下华严经里面嘅文殊菩萨普贤菩萨呢啲系大嘅等觉菩萨。华严嘅经主上首佢哋都求生净土。佢要去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因为见到阿弥陀佛成佛就快速。所以我哋要知道求生净土先系我哋最大最重要嘅目标。咁我哋要知道呢个积累嘅善行关键系要用心。喺道家就有咁个例子。有一日呢一位仙人钟离就对吕洞宾传授那个点铁成金的一种炼丹术就说如果你呢学了这种方法你就可以点铁成金可以变出很多金银出来可以救济世人。那吕洞宾就问钟离他说这些铁点成金之后会不会仲变返铁呢咁钟离讲俾佢听呢种技术係点咗之后佢成个金只能维持500年。500年之后呢呢、这个铁又呢、这个呢、这个金又会恢复返原来铁嘅面目。咁吕洞宾就讲话哦，咁岂不是系害咗500年之后嘅人？佢攞咗呢啲金就变成铁啦。呢啲害人嘅事情，我唔肯去学。哦，你钟离听见就好赞叹，话你有呢一种真心本来成仙要积累3000件功德，而你呢一念就已经圆满啦。所以你睇下。吕洞宾一年之间就圆满了3000件这个件功德事。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善心很真切。他念念是为三世十方众生。
不是为现前众生，还想到五百年后这些众生，所以他的心量广大，善心真切呢，一念之间就可以超越三千功德。所以佛门也有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什么叫屠刀呢？就是我们那些烦恼习气妄想障碍我们真心的，你把它一放下，那些是屠刀，你一定要放下。为什么讲屠刀呢？因为它伤害我们，屠刀不是伤害别人，是伤害我自己，使到我们自己永远都在生死轮回受苦受难。现在一放下立地成佛了，放下就是所以成佛是一念之间，更何况说成仙呢？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呢，我们知道最重要的就是通过做善事来那个修自己的那种心那种大慈大悲那种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咁呢上面呢就同大家介绍完呢、这个善因善果呢一章。咁呢一章呢介绍善因同埋善果。佢係太上老君教导我哋呀，你咁样去做做呢啲善因呢，必定就得到善果得到从人皆敬之到神仙可忌呢啲善果。咁下面呢呢一章呢係最长嘅，讲嘅係恶因恶报。呢、这个恶因恶报呢呢、这个恶因太上老君讲嘅非常之多一条一条好详细咁同我哋罗列出嚟虽然话好详细但每一条里面呢都係简说都是讲出一个大概如果讲得深入讲得详细这个要好大的篇幅才可以讲得完那我们要知道如何来对照自己的心行对照自己的念头将这些恶的因从念头上去去除那恶报呢就自然会消除了。好，请睇经文。狡猾非义而动，背理而行。呢度第一句，呢一句咧系讲嘅恶因里边嘅总说一个纲领非义呢、这个狡即系如果狡猾系即系如果咩咧？非义而动。如果是不符合道义的你去做那就是非移动。这种动不单止是动作不单止是身体的造作还包括起心动念。如果起心动念就非道义的话那就会有果报。这个背理而行就是违背天理亦即是违背自己的良心而去做事情咁呢个事情自然系恶事所以呢句话讲俾我哋听如果一个人有唔符合道义嘅违背天理良心嘅呢啲念头呢啲事情要嗱嗱声去把它去除因为这些违背了自己的本性他所得到的果报一定是惨烈的一定是恶的报我的一个亲戚这个从
年青嘅时候啊，就系、是、心里边好多啲邪思啊，邪知邪见啊，对父母啊一啲都唔孝顺啊。结咗婚之后咧，对佢嘅妻子啊，亦都系啊不忠良唔好啊，对自己嘅儿女咧又冇负起啊做父亲嘅责任，经常喺外边啊。这个吃喝赌博甚至把很多家财都变卖来赌博。结果最后呢中年就死于疾病。我们知道一个人活在天地之间一定是有符合天地良心的人才能够在这里面起立的。如果是做出不道义的事情，不负责任的事情，违背天理良心，那天，也都不可以容许，它的存在。好，请看下面一句。下面一句开始呢就是，详细地一条一条讲怎样为之非义而动背利而行，以恶为能，忍作残害。这个话讲的就是以行恶，做恶，为能，这个认为自己做恶事还很厉害，很威的，忍心去残害生命，残害人，残害动物，这些事情真的叫做伤天害理。我们知道人，本性本善，如果一个人如此到认为自己的做恶，还是一种能力的话，那你说他违背天理，违背到怎样一个程度呢？所以他逆着天而行的人，那当然天就会收拾他，绝对不会对他姑息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社会，因为缺乏伦理道德的教育，你看好像我们香港个商业社会，伦理道德呢，人家讲起身都觉得好笑了，这个电视，广播新闻媒体等等，都 不会，去报道那些，伦理道德，报道那些孝，忠，这个礼仪这种事情，反而呢每日去报道那些恶事，杀盗人亡，这些节目又是，使到人受这些教育，所以他不懂得什么是善，不懂得什么是恶，反而是认为，做恶是一件，很威的事情，好像你说那个黑道人、黑道中人，打劫银行，杀人放火，他认为自己是一个豪杰，甚至赌博的人，把全部家产，作为赌注，还认为自己很豪爽，宰杀动物的时候，拿着把那个刀，连眼都不眨，残害生命，他认为自己，很有技术，这些，就是以恶为能，所以个良心，都已经，差不多丧尽了。这样的话呢，你说天对个报应，一定是非常之悲惨，特别是动物，现在杀生很犀利，这个去到海鲜餐馆，你看看的人，吃那些海鲜各种花样来烹饪，
那个有的我以前听到啊，那鱼啊，金的鱼啊，用猛火热咬，金的鱼呢啊，一阵间瞬息之间煎好嘅，啊，嗰啲鱼上到个碟上面啊，啊，那端到嚟嗰个台面，嗰只嘴仲喺度喐紧，但系嗰个身上嘅肉咧都已经熟咗啦，啊，然后食个人咧啊，仲欢欢喜喜啊。裂去棚牙，跟住嚟夹呢个肉，所以真系以恶为能啊！啊，忍作残害啊！要知道，所有嘅生命啊，都系天地间啊，那个啊生出嚟嘅，都有灵性啊，都有血气，与我系同体嘅。啊！点可以为我饱我个口腹而去残害佢呢？啊！所以点解呢个世界有咁多嘅战争，咁多嘅天灾人祸？啊！呢个原因啊，古大德就讲啊：欲知世上啊，刀兵劫啊！啊！呢个但听夜半屠门声啊！啊、你想知道点解世界上咁多战争、啊、刀兵劫就系战争。晚黑你听一下屠宰场嘅嗰啲叫声，你就知道原因啦。咁、啊、残害生命，我哋知道一定系得疾病短寿嘅果报。啊，就算福报再大嘅人、啊，都系顶唔过。更何况话残害人的生命呢、啊、你看我们都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个罪魁祸首是德国的法西斯、啊、纳粹党头目、啊、阿道夫希特勒、啊、这一位希特勒呢和他的纳粹党徒发动了这一次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战争啊，千百万的人口啊，就死在他的手上啊，而且他还用一种啊集中营啊，来专门屠杀这些犹太人，要将犹太人啊种族灭绝啊，用一些很残酷的啊惨无人道的那些方法啊来折磨，把人折磨死啊。结果我们知道1945年。啊！呢、这个四月份，苏联啊反击，结果咧把呢个德军啊打败，一路反攻到德国嘅首都柏林。啊，喺柏林呢位啊杀人嘅刽子手啊希特勒啊，全知道全面崩溃啦。啊，所有嘅呢啲啊军队啊啊都不能够再反击啦。最后呢佢啊就喺自己嘅呢个房间里面啊用手枪自杀。啊要佢个情妇呢啊亦都自尽。啊咁最后当德国投降之后，苏联军队啊喺佢嘅嗰个啊嗰、那个官府嗰度废墟里面呢搵出嚟。啊呢、这个尸体已经系差唔多烧到啊烧毁咗啦。啊，仲有一啲残骸啊，捉出嚟啊，认出呢个系希特勒啊，所以昔日嘅嗰种英雄豪盖啊，啊，今日咧就死喺啊自己啊那个手枪子弹上面啊，要知道呢个系花报，来世嘅果报啊，一定系阿鼻地狱啊。咁依家时间到啦，我哋暂时吓。啊休息5分钟，多谢大家。